在刘宾士域省，有一个男人见到一只臭鼬鼠的头部被困在蜜旋风杯入边，因为于心不忍，就冒险帮佢脱困。臭鼬鼠脱困之后，曾经同佢短暂对视，好彩佢最后都冇受到攻击。佢朋友表示，最初系因为认为佢会被喷，而打算拍下嗰一幕。